喂，阿 Ben 爷，嗱，我迟啲咧就去印度啊，咁所以咧，而家咧又特登嚟揾阿小王咧，去配一副太阳眼镜，因为印度嘅阳光非常之猛烈啊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啊要戴个太阳眼镜保护双眼啊，如果唔系咧，就成日眯住睇嘢啦，好辛苦啊，同埋会好伤眼睛啊。平时太阳眼镜嚟讲戴上去之后咧，基本上因为佢冇度数嘅关系咧。睇嘢會變咗蒙查查，但係咧，你話如果配副喺香港配副有度數嘅太陽眼鏡嚟講咧，係非常之貴噶嘛，係咪先？你千零蚊配副有度數嘅太陽眼鏡，但係用就用得嗰一兩次，咁啊好唔抵噶嘛，係咪先？今次咧，我哋嚟揾小王，揾阿小王咧，睇下可唔可以配到啲好平嘅太陽眼鏡，係有度數嘅太陽眼鏡俾我去印度啦。咁我依度咧就係中威眼鏡城啦，四樓揾阿小王 ，Let's go。四樓。到四楼啦，好出到嚟，转右。系啊，你好，总系冇见啦。瘦咗啊？未瘦啊？哇！小王，你喺度啊？太好啦！喂，我咧下个礼拜咧要去印度啊。印度。嗯。对啊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咧要配一副太阳眼镜。就是戴度数的太阳眼镜。冇错，戴度数嘅太阳眼镜。有。贵唔贵先？有冇做啊？那个我们这边最近做了好多，都贵。系咪啊？要不我们做的，我拿些那个新款给你看看。来，新款。哇，这有咁多啊！来了。要不哥，你看这种，这种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钛合金的。钛合金。对，它这个钛合金，而且它这个铰链啊，全部是那种。就铆链式的，最传统的铆链式的，这种最稳，而且它没有螺丝，没有螺丝就不用担心说时间久了掉螺丝啊什么的。最主要它这种特殊结构的铰链设计，它这个脸大脸小，都可以戴这种很轻便。像而且这种颜色也是今年新出的颜色。哇，这个好型喎，这个。对。这个钛金镜架，整个镜身呢都是没有一粒螺丝的，所以呢用得耐呢都不怕会甩螺丝松啊。试下先。几有型，哇！就试下呢个成个杀手咁啊！唔好遮住啲眼眉毛。这个呢就比较潮一点，原彩冰蓝、啊、你看整只眼睛反晒光，人家看不到我看哪里、啊、哇，这个呢运动镜试一下先，滑雪一流、啊、踩单车一流、啊、这个、啊、因为呢它的、风啊旁边都可以挡埋、啊、这个位置是不是点肥都不甩。咦，这个都好像挺好的、啊、看看先。喂，襯翻我面型喎、啊，呢、這個唔錯喎、啊。好，喂，小王啊，就呢個啦。就呢個。誒，這個多少錢啊？這個。呢個鏡框86蚊。鏡框86蚊。它這個鏡框是160块钱，就等於整副太陽鏡只要160块钱，加上這個要重新換鏡片，鏡片是這個薄的這個系列。只要168就可以了，因为度数也不高，加上就是168，等于是328。哇，328蚊！对，镜框连镜片，嗯，两个钟头起货，嗯，啊，冇讲咁多啦，就要佢，唔该。靠晒你啦，等你帮我安排啦。攞去食啲嘢 ，OK， 拜拜。2 hours later， 喂，小王，搞掂未啊？研究好了。哦，得啦。哇，我睇下。来这边，这边看，研究好了，你试一下，看这个效果，是吧？配咗度数嘅眼镜，几乎跟原色差不多。系喎，同头先嗰个原先镜片一模一样个渐变色喎，成个镜架冇一粒螺丝，特别处理嘅铰链。钛金属的材质，防变形，有足够的弹性，大角度咁咬佢都不会有问题。好，戴上去睇效果睇点先。大家看到啦，上面咧就比较暗啲嘅，而下面咧就比较光啲嘅。咁样咧就方便我咧，如果喺沙漠嚟讲咧，喺太阳就不会残到我双眼，而
而下面比較光啲，就方便我行路啦。今次配咗有度數嘅，所以你見到前面品牌折扣店嗰度係咪好清楚啊？配咗度數之後，睇嘢就舒服好多啦，唔使蒙查查。試下佢先，強烈嘅陽光對雙眼嚟講係好大嘅傷害嘅，所以咧我哋戴咗太陽眼鏡之後咧，就可以好咁保護雙眼啦。標太咗啲強光之後咧，你睇嘢又更加清楚噶。太陽眼鏡嘅鏡片一般嚟講咧都會比較大塊啊，原因係乜嘢呢？就係咧佢可以好好咁樣保護雙眼。例如咧嚇，每一個角落呢啲角落啦。下面底嗰啲角落咧，全部咧都可以幫你 cover 曬，防止啲強光咧由四方八面咧去攻入你雙眼啊！但係而家我係第一次咧，係戴一副配咗度數嘅太陽眼鏡，睇嘢舒服之餘咧，仲係好清楚。嗱，呢個真係好正，我真係好期待啦！去印度嘅時候咧。戴住佢睇嘢會有幾咁舒服啊！同埋最重要係啱自己面型啊嘛，300幾蚊一對，配咗度數嘅太陽眼鏡喎，哇真係正啊！多謝曬你啊，小王。喂，哇又搞掂咗啦，真係正喎、啊、我而家就搞掂曬，可以去印度啦。好，那你就一路順風啦。哎，唔該曬，千萬唔好啦，得唔好，好多謝你保重啊，走啦。好。至於裝備嚟講啊，咁啊水啊水好緊要啊，因為咧依度印度嚟講咧比較乾爽一啲啊，好快咧你就會好口渴噶啦。咁另外一樣嘢嚟講咧就係太陽眼鏡，太陽眼鏡好重要啊，因為咧佢日頭嚟講咧好曬嘅，咁所以咧就話要有太陽眼鏡咧，你先可以睇清楚前面嘅景物啊，佢擋咗啲有害嘅光線咧，令到你睇嘢咧係舒服好多啦，保護住雙眼好緊要啦，同埋你睇嘢清晰好多啊。最緊要咧，我而家呢個咧係有度數啊，有度數嘅太陽眼鏡啊，咁所以咧，唔會話因為戴咗太陽眼鏡之後咧，啲嘢睇到啲嘢蒙查查咁樣啊。